手绘料理书想放弃，老婆出手收拾烂摊子。配色一配不好，这整张就毁。毁过几次以后，我就觉得画的超好，真的不该用画，我就打电话给出版社，后悔，我决定了不出了。我老婆那时候她就说答应人家你就把这事做了，这样子好，我帮你找这个事。她从早到晚就帮我画这个颜色，所以着色是她在做。对，这整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女生是不是又在收拾男生烂摊子？对，这整今晚八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